这里是 Greystone 的821，也是个 studio。进门的左手边是个浴室，非常的干净。然后 Greystone 的 studio 都有一个对讲机，叫外卖或者有事都可以打给柜台或 listening office。然后进来，这里是个 walking closet， 非常的大，可以放很多储物空间储。然后这边是 studio 的房间，这边采光非常好，旁边是 Broadway。然后这里是厨房，有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一体机，还有洗碗机。然后这是窗外，这个是冷气机跟暖气机。然后这个采光非常好，因为旁边就是 Broadway， 走去地铁站非常的方便，只要3分钟。这里是 Greystone 8楼的 studio。